好了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广谱性病毒样本的彩蛋啊，也叫 BSAV。然后这个地点呢是在杰斐逊贸易中心的下面，然后你跟着我怎么走啊，怎么触发，怎么开门，怎么互动就好了。进来这里的右手边，你可以看到有个可以收集的录音。打开第一扇门之后，左手边有个钥匙，啊，这里是个猛犸象。然后呢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这里有个门，可以上楼梯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二楼了，可以看到前面的猛犸象，还有刚刚拿钥匙的地方。整个环境还是比较灰暗的，所以说我还是，慢慢的走，所以说视频流程有点长。不过呢，你们也可以按照我走的路线，然后轻松的到达目的地。从这里开门呢，下去的左手边有一个录音可以收集的。然后在这个仅限员工进入的房间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女人。Is this true? This is a miracle. This is life. This is life. Thank you. 她刚刚的原话就是说："这是真的吗？这非常有意义啊，这是生命啊，非常感谢你。"然后接下来呢，你还要和这些平板互动，有好几个呢，外面还有。互动完之后呢，你会得到一把钥匙啊，这把钥匙是开装备箱子的。然后在第一个互动的地方的左边有一个电梯房啊，从这里下去还有个收藏品的录音。拿完录音之后，我们原路返回，我告诉你们该如何去拿装备箱子。
然后接下来我们回到戏院，戏院这里有个人也要广谱性的药物，然后你已经没有多余的广谱性的药物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呢，你就邀请你的朋友，让他来贡献一个广谱性的药物。Our guardian angel returns. It defies comprehension, all those lives lost. But we have to be grateful for the ones that were saved. 刚刚他说我们是天使守护者，然后也感谢我们的付出，又拯救了一个生命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